舒服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没事。吃盆爆肚仁吧。哎呦，您又是忙的啊！哎，我回见有事了啊。哎，像敬大爷这么大岁数了，90多了，腿脚多利落啊！嘿，爸，敬大爷给您理多少年发了？20多年了，那会儿还没你呢。嘿，你什么脑子呀？我今年都50多了。像敬大爷这种手艺人呢，不多喽。那倒是。哎，老爷子，咱们界饼新开了家饭廊，哪天你不去体验一下啊？我可不去。嘿嘿，您呢，
脑子得活泛着点儿。这不是老说要与时俱进吗？咱得跟上啊。什么老习惯呢、啊、老妈妈令啊，该改就得改改啊。像大街上山珍海味大饭店有的是，人家干嘛非吃咱爆肚了呀？哎，这不是街道啊老嚷嚷让咱们拆迁，甭远了，二环以外人就找不着咱了，您说是不是啊？那么每天慢五分钟，您心里有数不就得了吗？每天给他往前拨五分。啊，这时候你不愿意跟我修啊？哎呦，大爷，不是这意思。您看啊，您这钟啊可是有年头了，啊，都快成老古董了，到现在还能走，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要我说嘛，慢就慢点，就怕修了给您修不好，再给您老弄坏了。要么这样，大爷，您这钟啊，哪天它彻底不走了，停掉了，我呀准保给您修，修不好不要钱，您看怎么样？要是这点儿，大爷，您啊，要不然来块电子表，现在这电子表啊，走时啊也准确，而且呢，价钱也不是特别贵。您看看，尤其这个，大爷，您不来一块儿？慢走您，大爷。你们别什么都拆。同志在家吗？金大爷，进来吧，门没上。哎，我给你剃头的喽。哎呦，你这屋什么味儿啊？什么时候你还不剃呀？你老坐着还行啊，得活动着点啊。一个人不爱动啊，你请坐，坐下吧。哎，你吃了吗？不饿。啊，身体怎么样啊？挺健康。别紧躺着，得活动。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你别着急讨厌。咱们都这岁数了，哎，有一天没一天了，谁看咱呢？啊，没人看你就没人看你，你别显着自个儿窝囊。是，是。爸，白菜没我的钱你买来了。我这要出差，我走二十来天，你有什么事儿，你往家打电话。
能动啊，就外边溜溜弯，别紧在那看电视啊，都看傻了，没事跟他玩玩牌。不去，玩牌啊是脑力劳动，脑子老人老了得转弯儿，输点钱没事儿，没错儿、啊。穿上新衣裳，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换件衣裳，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一米二五，杨队长。嘿，量多少回来？还量什么量？两米三。多少？两米三。两米三。嘿，这量一回比一回面积大。小伙子，这又是新盖的吧？哪儿啊？不还是原来那个吗？不对吧？我这儿有底子，你看，啊，差了多少？不就巴掌大点地儿吗？那么细干嘛？别这么说话，啊！我们这也是工作。得得得，老爷子，庄主来了。哎呦，老爷子，哎、回来了你、啊！来来来，啊，老爷子，啊，这小房是您新盖的吧？里边车不烂，我儿子盖的，也不碍事啊。不是碍事不碍事的问题，您啊，这是拆迁房，按照规定啊，这新加的呀，不能算面积。不算就不算吧。哎，老爷子，我们这次啊，就是要再核实一下，不光是您一家，凡是这胡同里的违章建筑啊，都得拆。成啊，还是拆吧，一反一块拆。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老爷子，谢谢您了。哎，小刘啊，写字儿，得嘞，谢谢您啊。回来，回来，回来，小子，回来！哎，怎么了？这写什么字儿啊？拆呀！听住啊！要向拆，要向折，啊，别看清折跟拆不，这差远了，不清楚。等，我给你小伙子办事儿，怎么这么马马虎虎啊？我给您把这补上。这就可以了。得了，这不简单了，走吧。他说不算就不算了，就咱这地界儿，将来拆迁，一平米就是一万多块。你啊，别听他瞎嚷嚷，哪有那么回事儿啊？是让拆迁，没让拆迁，现在有动静吗？等真正等拆迁的时候啊，我就冒了烟了。你别算这细账，爸。瞧您这话说的，这不算细账长吗？老大的儿媳妇都怀孕了，说话您就有重孙子了。现在还租房住呢，老大下了岗，两口子天天吵架，我一个人的退休金能有多少？血压又高，还不够买药的呢。
哎，我扶着您进屋啊，您慢点看门槛啊，哎，慢点啊，张大爷，丁大爷来了。啊，老赵，我来了啊。赵大爷天天盼着您那丁大爷，可想您了。赵大爷，哎，刚给预备药，你吃了吗？吃了，吃了。哎呀，金大爷来了，金大来了。哎呀，您看看，金大爷来了，行，你坏来了。哎呀，你受了罪了，得这病啊。哎呀，甭提了啊。哎，行了。哎，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先站一会儿，先站一会儿。哎呦，哎呦。丁大爷，您来了，来了，挺好的。哎呦，丁大爷，赵大爷天天盼着您呢，您可来了。哎呦，哎，这些日子活还忙啊，行，知道吧？就这点事儿，没事。那这点事儿也够忙的呀，是不是，丁大爷？啊。你瞧多精神呐，跟你这样利利索索的，哪像有病的呀。啊，等一会儿我给你放副睡啊。哎呀，让您受累了。哎呀，这么大岁数的不闹人呐。没事啊。哎呀，放睡？什么叫放睡啊？你哪懂啊，这是老词儿啊，过去那掌柜的免费奉送的，只给老主顾那叫五花锤，下下都得敲到穴位上。哎，一般人呐还不给做呢。哎呀，把你那个身里心里那火呀毒啊全放出来。嗯，哎，不要钱，送的就是交情。哎，后来啊，哎，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好这口，我管这个叫按摩。哎，啊，感觉这按摩按摩这词儿是打这么来的呀。现在这个他不正宗，哎，吓你。那懂行的，就是把您的鼻涕眼泪全放出来，排毒啊。哎，嗯，咱敬大爷可不一般呐，啊。过去有自个儿的店，当掌柜的，找他做活的都是大人物，有名的，有钱的，还有有权的。哎，说是傅多义就找您做过活啊？啊，做，我做过，我进去。嗯，傅多义。那是什么人呢？ 国民党的总司令啊，接着八道岗，谁能瞧上他呀？还有那个谭鑫培，谭老板，哎，梅兰芳，梅老板，四大名旦，荀慧生，尚小云，哎，过去您要是亲眼瞧这些人呐。您得花钱去戏园子。哦，我给他们啊做活。嗯，我听戏不花钱。嗯，还得站好地方得看。哦，那是台上的侧幕啊，那真得看。哎呀，这一说话几十年了，这些人呢也都没了。哎呦，名的，有钱的，怎么活着都是一辈子。哎呦，甭说他们了，就是咱们这几年，敬大爷您剃头刮脸的老街坊，这走了也不老少了，400多了，我都给他们数着了。哎，得嘞，得嘞。哎呦，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哎，行了，那钱在抽屉里，您自个儿拿去。啊，我您捡张大的。
哎呀，不借，我还差五块钱。哎呀，你甭跟我客气。哎呦，这些钱都是你儿子孝敬你的，你甭提他，我提他我就来气。给俩臭钱那算什么？都快俩月了，连个照面都不打，孝敬，这俩钱就把我糊弄着了。他们是惦记我这房子呢，我，你想得美，我都想好了，我死了，我这房我就给街坊，谁对我好我给谁。瞧您说的，我照您好像图您房子似的。我说话算数。金大爷，您做证明啊，明天我就去法院去，我到法院去公证。我都想好了，这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我这说回去就回去了，我要钱，我要钱还有个屁用。红中，我也红着。嘿，三条，鼓楼的爆肚刘啊，走了，走一礼拜了。走了。年轻的时候啊，我跟鼓楼上跟爆肚刘一块练摊儿，人说走就走了。哎。都走了，阿条，做爆肚生意的百年老店儿，全北京剩下没几家了，真叫人奇迹。房子一拆呀，都得走。哎，阿条，那可不行啊！这是咱们中华传统的美食，您的房子可不能随便拆。两万。政府要拆。我也没办法。两万。您得让他给您安排好，还要原来这老店。哎，张师傅，您要不搬，我们也不搬。对。您可是咱们大家伙的主心骨啊。西叔，咱们管这些事儿。有政府呢，是。刘啊，七条，七饼，得，我就等您这张呢。哎呦，你又点炮了，点了。我这什么吃了有点不舒服，脑袋有点乱。才几圈啊？就是。哎呀，上午啊，我给人老赵啊放睡去了。哦。有一点累呀，没办法。你要是累了啊，要您歇会儿。对，您歇会儿要不就。没事儿。这个防睡啊是体力劳动。咱们玩牌呀、是脑力劳动。您呢，上午啊出去挣点儿。啊。下午啊您又输点儿。哎呦，我上月呀。我赢，赢。下月我说，总体来呀，我还赢一块钱。这个玩牌吧，输赢没关系。咱们这是锻炼去。没错啊。
京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老米同志，我来了。老米同志，我们一起手里了。还没起呢，朋友们，在我们的看电视呢。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倒计时牌，这个巨大时钟的节奏似乎正在向我们说明，一个精彩、快乐而又伟大的盛会正在快步走来。我要进去了。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together with us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waiting for the 1,000 day countdown to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unveiling of the mascot for the Games. Behind us is the countdown board. With the running of the seconds, we all know that the Olympic Games are coming towards us.2008年北京奥运会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同时它也将满载着中华民族的挚爱和追随。今天在这里有来自首都和大个儿不报，多少人热了，他刚上来。咱这沙子八零的，嘿，客人有事儿、哎、好啊。哎呦，这不是靳大爷吗？哎、您怎么不进去啊？哎、来来来，赶紧赶紧。来了，靳大爷，您里边请嘞。二位，跟您商量个事儿，这个座儿啊。
是我们家老爷子给这位老先生留的，这说话都几十年了，您看能不能换个礼物去？哎，礼物也宽敞着呢，我能帮您端，好吧？凭什么呀？您怎么不让他进去吃去啊？再说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吗？我告诉你，我这可是第一次来，你可不能这样啊！是，您说的是。那不是，您听我说，这个这老爷子啊，都90多了，咱不是得讲个尊老爱幼吗？再者说，将来咱们不是都得有老的那时候吗？您说呢？别提了，你我带主人回去吧，啊，回去吃去了。你们我吃你们的吧，啊。那哪儿？好，老爷子，走。哎呦，哎，王主任，你来了。现在呀，你身体还挺好的。挺好。我跟你说呀，这一次来有点事儿，咱们要换第二代身份证了，您得准备一张最近的照片。我有身份证啊。有身份证也不行，这一次是高科技防伪的，有效期20年呢，都得换。哦。啊，就这事儿。那我赶紧走了，我再通知其他人，要不待会儿了。您多保重啊。没事，您走。哎，您走了。哎，好。我不说啊。好，再见啊。哎，好。找我去，有效期20年的。
三年的剪子，五年的刀，你说是不是，邢大爷？我们这学三年徒呢，是那么回事。你听听，跟你们上大学一样。是，那么明白吧？过去啊，没有电推的，有那玩意儿，我心里闹得慌。像他们年轻人吧，理发吧，用什么香泼呀、剃须膏啊，我闻着那味儿恶心的慌。像咱们老年人吧，剃头就用肥皂，过去叫胰子，那剃起来那叫舒服，嘿，那叫味儿正。像他们年轻人吧，头发多，好剃点儿。像我这老年人吧，多快的刀子一下去，也得留下几根。像静大爷刮脸的舒服多了，提神，去火。年轻人呢，享受不了这个，这叫传统文化。像静大爷这种手艺人呢，少多了，见不着了。我算什么呀？棒子山还是传统的，北京独一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嗨，要提起棒子山来呀，那是我爹，我呢叫小棒子，我儿子呢叫小小棒子，谁照这孩子似的呀？非要学画画，现在呀我已经绝了。嗨，画画你能画出什么名堂来呀？大街上画画有的是，你能跟照相机比吗？爷爷，你不懂，这画比照的好。好什么呀？这画能画出人的灵魂，这叫艺术。屁！嘿嘿嘿，真是，哎呀！哎，哎呆，咱们稍微坐直了啊。眼神别动，对，下巴往回收一点。嗯，咱那个头再稍微往左边偏一点。好，就这样啊，别动。好嘞。发，你们发去吧。嘿，白的。这儿有，白的。嚯，你跟上了啊。嗯。哎呀，多少年我没照相了，啊，这张老脸照什么呀？那可是呢，不照又不行，啊，聚会换身份证，哦，我坐在照相馆呢，我妈就出汗，真别扭。那你就没一张旧照片啊？哎呀，好几十年了，年轻啊，有啊。嗨。一样，我也是。那呀，你也得照一照。这边啊，不要，就是啊，不光用身份证的事儿，像咱们这岁数，哪天说不定一闭眼，灵堂上连张遗像都没有。老米不就这样，死的时候找出一张三四十岁的旧照片，哎。让他儿子抱。喂，你说这笑啊不笑啊？人家快您，哎呀，哎，我可要听了啊，我可要听了啊。啊，你想听？哎，我两把两个会儿呢，我还。嗯，喝。行了，要记谁爱胡谁胡去吧。不要。哦，对了，老米死的时候，还静台看见的。哦，拔掉拔掉。三四天了。嗯。啊，胡子邋遢的都臭了，嗯，啊，我看也没有办法呀，给他拉走了。是，没错。啊，现在您剃一辈子头，您知道，这人死了，胡子头发照样长，长得还挺长呢。是，不像样的呀，实在不像样的，人活这一辈子，走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呀。是。我看也不一定，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谁能掐会算呢？指不定哪天啊，俩眼一闭，都由不得你了。
来点。希望我糊了。哎，什么叫你糊？我早打的，你糊什么呀？就是，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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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见。我这好容易糊一把，重来，重来，一下午没开张啊。重来，重来，听老爷的，听老爷的，来来来，别吵，别吵了。没糊上啊，不嘛。这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了？哎呀！这是您的照片，照的挺好的呀，不是就做身份证用吗？可以了，都这岁数了，您还要个什么样啊？哎呦，三四十年没照相了，啊，照的还可以。万一照好一点，万一有什么用处呢？我自打退休就没照过相，有什么照头？给谁看呢？这岁数，自己看自己都别扭，白花钱。省那点钱，还不如买药吃呢。我的血压总是高，公费医疗报销的药吃了不管用，好药又买不起。儿子下了岗，一家子都吃我一个人的退休金，眼看孙子都有了，我恨不能把他们轰出去吧，一点辙没有。我这心脏又不好，浑身都是病，
瞧一回病就得一二百，不瞧吧又难受。哎，爸，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对，买点好药吃啊，别穷对付。顺便给媳妇儿、儿媳妇儿买点吃的啊。爸，我走了。啊，天冷，多穿点衣裳啊。哎。老赵，老赵，我给你剃头去了啊！知道就是您。啊，老赵走了。走了，走了好几天了。享福去了，他儿子用小汽车把他接走了。啊，这时候这人还在呀？在，在他儿子那儿。人一走，整个屋子都没人管了，里头的东西都发霉了。原来说的好好的，万一有个好歹，后事都托不给我了，千叮咛万嘱咐。您看见了没有？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准备下的装老衣服和遗像都放在我这儿了。敬大爷，您稍等，我给拿出来您看看。丁大爷，您说赌心不赌心的？那会儿成天的嘱咐我，到时候叫我给他装扮好了，再请您过来给他理理发、整整容，您听听，跟真事儿似的。丁大爷，我算他们家什么人呢？啊，您老人家是听见过的，当着面他都跟我说什么来着？这不是拿人当傻子吗？到如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太欺负人了吧。哼，这事儿。
成，我让他呀上您家给您画去，他敢不去，他也不去啊，我揍他。您是大学生，你是画家，咱们跟您说话客气着点儿。客气什么呀？他是不是鲍子章的孙子呀？让他上您家给您画去啊，那是抬举他，咱们什么交情啊？小胖，给静大爷包点驴打滚，豆面糕送到三轮车上去。需要点什么呀？来到中山庄。中山庄啊，哟，这还真不好找。不瞒您说呀，现在没人穿中山庄了。要不这么着吧，我给您挑件休闲的，等会儿啊。您看这件，这多素净啊！我要庄重一点的，大大方方的。您要庄重的哟，您要参加宴会呢吧？那就干脆来身西服。这多洋气啊，是不是？你们没有中山装啊？我们这儿真没有，您如果非得要啊，那就只能定做了。要不这么着吧，大爷，您啊出了门往北200来米那儿一老门脸儿，专门定做中山装的。要不您上那儿瞧瞧去。啊，谢谢姑娘。不客气，慢走啊，大爷。啊，螺丝松了，赶紧紧紧螺丝。啊，这扎皮这儿不行。行，那就往打滑了，憋不准了。好嘞，你给修完一个，咱们修一个啊。啊。好。你给我好好修修吧。哎，没问题，手艺人嘛。嗯。好，别着急。这走远道都那什么了。行。你看看。嗯，好的。哎，大姐，静大爷在哪儿住啊？静大爷，静大爷往里走，再往国拐，再往那边贴，第四个门就到了。哎呦，麻烦您带我一趟得了。哎，那个你给我快点修啊，要不我带他去。行，要不然您跟我走吧。好嘞，谢谢。哼，我们那老爷子，没别的。就是一个倔，头发胡子老长了，谁也不让动，谁动就跟谁玩命，拿脑袋撞墙，真是邪门了。他也说不清楚，我们也是连蒙带猜的，闹了半天是要请您来。哎呦，别说您不愿意去了，我也不愿意来呀。啊，就这么远的路，哎，剃个头还不够我这油钱。哎，老爷子，我这么说话你可别不高兴啊，谁让他是我爹呢。哼，打刚来那天就闹，非要一个人回他那破房子里去住，还不想想那些街坊们凭什么要伺候他呀。啊，那房子说话就要拆迁了，破也值他个七八十万吧，怎么讲，地界贵呀。那是什么地方啊？鼓楼下一角，属于京城文脉地区，又处在中轴线上，他踩着龙脉呢，您说我能伺候他吗？啊，他这不是诚心作我吗？哎呦，哼！你瞧瞧这路啊，又堵上了，坐啊，我给您换。
儿。敬大爷来了，爸，敬大爷来喽。别着急，来，我扶起你来。哎哎，别着急啊，给我弄盆热水来。没听见啊？让你倒盆热水去。你没长手啊？老爷子，谢谢您了。
Yeah, traditionally speaking, that you know, Shichahai is an ancient lake, like 700 years ago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also composed of Qianhai and Houhai. Here, Houhai, and they are scattered and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all, around the lake. I can see that in front of us, the Yinding Bridge. 金代，您稍微放松点。对对对。往右转一点。再转一点。对对对对对。您看那窗户角就行。稍微抬点头。哎，再来一点。再低一点。哎，好，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啊。不错。太棒了。您这张脸啊，内容太丰富了，敬大爷。你画吧，小伙子，你别涮我了。不是骗您，像您这种形象在我们学校当模特，一小时50块钱，比剃头强多了。就这样了，从现在开始啊，您心里想点什么，其实过去的事情，只要能让你记得起来，让您高兴的，或者说比较好的事情吧。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想，甭管什么事儿，过去就忘，我心里也不记着这，累他。那就想点将来的，反正总之，您心里想点什么，您心里想的。我都能给你表现出来，这样的话，这些东西都会真实的反映在画面上。哎，好，对对对，就这样。人呐，迟早是要走的。到底呀，还是死在他儿子家了，死的窝囊。悄个声呢，人就打发了。就是。现在社会竞争啊，多激烈呀！咱替孩子们想想，孩子们也不容易。是是。对。我是啊，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桥的狮子数也数不清，可是要想数清这17孔桥上的狮子，这种事儿咱们也不能自个儿干呢。那是，是不是你说？来来来，哎，没留神打个盹儿，对不起啊。没事，大爷，已经快差不多了。那你受累了。您受累了，大爷。你不是给我画的吗？这我还得感谢您呢。就您这形象，让我画了最好的一幅肖像作品。那你拿我看一看。行，没关系，马上。行了，好了，您看看。
怎么样，静大爷？有点不像啊。静大爷，这个画啊，不光是要求形似，主要是要求神似。您看，我把一个老人的内心给表达出来了。哎呀，你这行干这行也不容易。那是那是那是啊，不容易，你受累了。您受累了，你我给你拿钱。啊，别，烟抽。您坐，您坐。哎，不，我来给您钱。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这个有你找到您这样的模特不容易。你还给我钱不多？你还给我钱？这个、对，就按学校的课时费吧。谢谢了，您金大爷。嗯，走吧。到时候我再给您复制一张，画完之后把它装上框子，给您送过来。好吧，您坐吧，金大爷，我走了。哎，走了，金大爷，谢谢啊。慢着点啊。再见了，金大爷。原打算呢，我活六七十就行了，没想到活八十好几，哎，这真是挺好。也知足吧。您说那不行啊，今儿晚上睡着了，明儿早上还指定上哪儿去了呢。嘿，哎呀，咱们这岁数啊，活一天是一天，今后的事情啊，你什么也甭想。您说这话也对，不想也不行。你拿爆肚留吧，走得多体面呢。你让谭老板死了，穿的干净点，利利索索的，穿得好，戴得好，躺着跟睡觉的似的，人家那还叫体面呢。咱们也不要那排场，只要是干干净净的走就行了，少给儿女添麻烦。儿女呢都活五六十了，他们也不容易，哎。就这理儿吧，就是这理儿啊。我也没跟他们商量，清真寺呢我已经联系好了，像您吧，向殡仪馆打个招呼，要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牌上，什么样的花圈，整容不整容，哎，您打个电话就行了。您有什么事儿可以到殡仪馆面谈。我就是打听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麻烦您了。对，我们是开展这项业务，现在正在试行，这试行期间呢条件优惠。请问临终者是您什么人呀？什么人也不是，我就是问问手续。情况是这样的，尊重死亡，维护生命的尊严是我们工作的最高宗旨。我可以详细的向您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步骤和条件。首先呀，我们需要临终者的身份证明、联系方式、子女或者亲属的委托书，以及必备的服装一项、500字的生平简介。接送遗体的车辆呢有四种规格，遗体告别室呢分一室、二室、三室一直到七室，共有五种规格。花圈呢有一次性的，要是租呢也可以，相对便宜一些。这个遗体周边呢摆放鲜花也可以，摆放塑料花也可以，您任意挑选。生平简介呢可以显示在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我们有仪仗队吹奏哀乐，有4人的、8人的和12人的，可供挑选。首付30%为定金，然后我们签署正式合同。我们的原则上呀是提倡简朴，反对迷信和铺张浪费。但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只有通过对死亡的尊重，才能体现生命的尊严。因此呢，我们的葬礼设计得十分庄重，同时具有时代的特点。啊。
我姓静，我叫静广才，民国二年出生于北京，那阵还叫北平呢。我跟王守义先生，读私塾，我念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五经四书，我都念完，认识不少的字儿。可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我又学武术，闯荡江湖也没成。我又想学唱戏当武生，可是我父母不答应，没法子。我又学剃头，学徒三年，一进门给师父师母倒尿盆，殡仪馆跟我要500个字生平简介，那有多少啊？妞妞，有一次啊，我做一件玄事儿，什么呢？东城区啊，有一个司令叫剃头去，我去了，我给他剃完头啊，刮脸，我那就有点累了，我把眉毛啊给他刮下一点去，我就害怕了，我也不困了，我回家去啊。我这害怕呀，有半个月我心里还踏实，到一个月呢，有情人又去了，还叫你们那小孩去，我又去了，去我可是害怕，我这腿楼子了知道啊，在门口啊转了好几个弯，我一想不去也不行，豁出去了，我就去了给他推油，我又推油完之后呢，我又挂脸，他说司令说我这眉毛长住了，我长住了，我说对不起您，我说对不起您，以后那怎么着，人家这个大人呢，有人之量，没什么我混呢跟一家的人似的了，有时候玩牌啊还叫我去，我跟这学的东西也不少，我说这一个人呢，做人呢，得呀，别觉得自己啊了不起，得有人量，得有一个人家得有人之量，那个，别较劲儿，我这人呢好交朋友，没跟人吵过架，我也没跟谁红过脸，我对也不该别人的钱，我对这个穷的有钱的做官的这顾客我是一视同仁，我有两个老伴，大老伴比我大3岁，二老伴呢比我小几岁，好人会过日子，我有一个儿子叫敬大为，是头一个老伴生的，这孩子幼小的时候啊念书啊贪玩，到了13岁，我托那个谭老板呢叫他学习，因为他嗓子不行，我又叫他学武术，他竟跟人打架，
啊，没法子，他又当了工人了，啊，当工人呢，跟同事呢合不来，啊，跟街坊四邻呢也合不来，自己弄了一身毛病，到了退休了呢，啊，他的毛病还不改，啊，您说他哪样哪点儿，他们也不随我。我说的干什么呀？啊！你上哪儿啊？这是我还遛弯去啊。又出去给谁剃头去？孙女媳妇孙老头子。我跟你说啊，今儿我是给您送身份证来了，你好好保存着，千万别丢了，有效期20年的啊。静大爷，您猜怎么着？我一看您的身份证，2013年出生，今年都92了，一点都不像。那谁啊，徐太后啊，死后吧，中华民国呀前20年的呢。静大爷，这旧的我就给你收起来了啊。你看看你20年都没怎么变。哎呀，一点不见老。那是北京啊，头一次发身份证，那是我还70岁。我想啊，没有了，我70岁。你看，没想到啊，还真不错。又发新的啊，哎，这不更高级了吗？啊，不错不错，真不错。哪一天呢？你好好的注意身体，我得把你请到居委会去，跟大伙儿讲一下你长寿的秘诀。哎，有什么秘诀啊？啊，不错不错。人老了，就有三样：怕死、贪生、睡不着觉。你不一样。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你看看你多好。我也不贪钱，我也不怕死，我扔了的就着。你看看多好，好好做好准备啊！哪天我来请您，我走了，再见啊！回家回家啊！哎，好。
刮不刮脸您呢？啊，刮。哎，好嘞。您这个头理个什么样的呀？啊，头里是一指，上边是两指，两边找钱儿。嘿，您讲究哎。哎呀，明天我照相去啊，短了不好看。没错儿，您呐，老话说先剃头丑三天，再好的手艺也不成。您内行啊。爸，爸，爸，谁呀？爸，怎么了您？几点了？都八点多了。哎呀，爸。您没事吧？没事。慢点，您慢点。哎呦，表情了，睡过劲儿喽。爸，这些事儿您怎么不跟我说？你有事儿吧？您有重孙子了。小慧媳妇生了小子，8斤重，我是特地过来告诉你一声。你当爷爷了。可不是吗？一转眼
成了当爷爷的人了。爸，不用，真的不用，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爸，我走了啊。您先歇着吧。这个我给您收着。是了是了啊，爸爸，什么菜啊？估计快了吧，我也不知道呢。啊，好了好了。